怎样怎样怎样？你还在摆哦？哎，这个不算，这个吗？你这做这个球给我啊？我没有做那个球，我从头到尾他都没动。每一台都是寻宝，我们先寻到宝了。跟大家报告一个好康，我们在 LINE 的社群里面创造了一个团购群组，这里面所贩售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自使用过，我们觉得好用的东西，之后我们去跟厂商协调出团购价，那把它上架在社群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好康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群组出现？我们可以更有经费的来支撑我们的回馈列车，也可以买到一些你们实用的东西，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得安心，用得开心。我们开始看正片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爆嘴方长勇。没错，音量太强。专门抓绿鬣蜥的 Joby 哦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甲子园，没错。为什么会来？因为他刚开幕，特别好夹。Joby 刚好住在这附近啊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最近我看到有一间叫甲子园，很厉害。我们有时候夜市嘛，我们缺奖品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跑来这边夹奖品，尽可能降低成本就来这里夹。他们因为刚开始，所以他东西就特别的好出，为了就是要让大家人流先过来习惯嘛，粘着度会变高啊。因为甲子园他们好像全省都非常多，被他做得起来。我好像在网络上有滑到过这个名字，其实是很熟悉的。那今天一样啊，就进去一人一千块，看看能出多少货。我们今天就是玩怎么样？我们不要分开打，分开打没有技术，你都选那种好打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最近这样拍的娃娃机也拍了几集，进步了，很恐怖哦。等一下见真章啊，看到一台我们就打一台，就看谁先出，谁先买，先把耗光。黑暗的烙塞，征求烙塞一盒啊的业配。这样感觉比较厉害啊！他等下下面掉出去，就好笑。有，他有粘起来了，吸引人家的目光，人家会觉得哦，我换3万块来夹。他这边有一个写一个叫做“新手30元就倒夹”。好，来，我们的车子刚好需要湿纸巾了，一人一次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就看谁先出啊！你30块就极限了啦，所以你30块内看赢几次啊？完了，这看起来没有，肯定就10块就出货了啊！这就跟你讲，我真的有在练习嘛。对，如果这一局没有10块，你没有10块出，你就输了。对，好。所以如果我一次出2个，就我。哎，对，不可能啦，老塞。好，可以平手。我再来啊。平手，没有，再换一个了啦。他东西太多了，俊俊负责拿的啦，负责捡货的。对，30。哎，他都30块保价。对啊，要低吗？来来来，好 PK。好了，来。没用的啦，哦。哇，10块就出货了，感觉到有点压力哦。我真的是有历练的啦，好，已经拍了7、8、9、5集吧，赢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掌控倒出来，好，我就掌控把倒出来。刚刚都是我先夹，现在换你先，换我要把压力给你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来来来。来啊，20块一个而已，哎，可惜。20块哦，什么叫做10块就出货？哦，这么快哦，加到我了，我丢了，够估，够估啊！哦，这样就我就输了，对啊，你就输了，就不用讲了啊，GG。我要这个，好，被选走，我已经瞄准好了。哎哎，这个吗？可以的，有技术的人。这个超好夹的，你只要爪子下去对到就一定稳。哦，哦，这劲，哎，哦，啊，超强哎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夹这个就好了，不要在那边夹会哦。输掉我不知道哦。啊，捞赛啊！啊！哎呦，哦 ，yes， 瞄准这个东西，拜托。好像我不用瞄准一样哎，来了，好，你有再好的 power 都要先打到球，打不到球挥棒落空，要不要继续？好，再次，这个其实比较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，只要对底就对。对，有了啦。其实这面我做了个枪位给他，他那边有个大洞，他只要夹前面那个就一定会起的。你看，还是3-2，换下一个，这个没完没了啦。多多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啊啊啊！他多少保价？180啦，来换我了。哇，爽到爽到爽到！对，我20内有就有了哈。第30出也有了。对啊。因为他没有出来。哦，为什么可以甩那么大？来，然后出不来。哎呀！
好，平手。我们贡献60，连一个旗都没吃到。这也是强爪的吗？一半了、啊。但是这个，我通常30块内我要解决。这个我就真的不会，这个要技巧了。要拉挺出来。拉什么东西？快了啊！以我打娃娃机的想法，但我不是高手，我的想法都觉得这重的就一定比较难夹。对高手来讲，可能这不是问题。哎，我凹一个。好，来，给你凹。他如果夹到40还是50，结果他还长这样，就被我捡到了。哎，等一下啊！50两个，完蛋，我一定要硬战嘛，对不对？摆吗？他已经来了。好，来帮他摆下啊！哦，对对对对，牵手哎、欸，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说话哦，完了，你就直接往这里丢啊，这里。这补在哥太爽了，好好哦。哎、欸，这个50内没有出两个，你入表喽。我来表演什么叫10块出2罐给你看。哎呀，哎、欸，用那个钩、哦，找恶心人了。过来啊，哎、欸。保夹是？为什么？他刚刚有出货啊，所以没有保夹。哎、欸，啊、怎么这个没有？我可能刚刚真的是抓到对的地方。目前20出1罐，没有地方了呢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拿，这很丢脸呢。先赢再说，我管丢不丢脸啊！你看我赢了，我赢了，30来，再20就赢了。哪一罐？这一罐快掉下来，这一罐。这罐有快掉下来吗？你要甩左边啊！哇、哦，是啊。40块3罐，这一局是我赢。跟你讲，我经过这最近的训练，真的变强了啦。不要换你先，刚说我先。先，连弟弟都出货，你看，弟弟都出货了。弟弟笑他，我也有出啊，50块2个。来换你先，不要拉啦，丢脸。可以的，这个就是诀窍。学到技巧哎、欸。太扯了啦。啊。来不及。7秒，6。5、4、3、2，送啊！那我好像一直在帮他炖香味。啊，是啊，对，我刚刚阿华点真的是运气好。干嘛？你自己讲说不要恶心的哦。我恶心你啊！恶心你！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捞。恶心你！对，他没那么好捞。最远那里可以了。对对对，那里对对对对。哎，对。我先哦，对啊，先啊，急。哎呦！哈！哎呦！哦、啊！我呢？机会了，我没概念了。加百加，没有，叫他百加百。不用不用不用吗？确定吗？你要去干嘛了？恶心人！哦，太恶心了。长这样，我没有摆这样不行啊！帅哥，再帮我摆一下吧，帅哥。哎、欸，不用理他，没关系呢、欸。我你这样子，我怎么能因为做那个赛？你拉了一坨给我，我不想，不要这样子。怎样？去红明干嘛？怎样？你还在摆哦？我要用屁股他这样子，就比前他摆不好，他再帮他摆。哎，帮你摆了，你还夹不出来？安内了。啊！他好像快保夹，快20块要保夹了，1人10块1次，1人10块，那先的一定输啊，后面一定中啊，还有不一定的吗？谁要跟你保夹？哎、欸，有嘞，直接出来了，我、哦、操，这样就算赢嘞？没有，现在他还要再夹一次，因为我先攻啊。对，啾！啊！不敢相信，找保险。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，只要是一般的消费者来都一样。你如果觉得不好夹，但是你想要这个东西，你可以跟他说，请他帮你摆。你先，好，我先。这个再不行哦。有了。这样需要摆吗？不用啊，真男人。我们也是夹娃娃机的。哦，夹回去了。好来，这个实用取向了啊、哦，实用取向。30块哦！现在在干嘛？剪进头，你还在浪费时间。哦哦，哎，不是甩得很强就很会夹呢。哎，哎耶！啊，看那个做给你的啊，真是的。哎，朱敏，
我觉得你适合穿蓝色背心，来这里帮忙。有缺服务生吗？我觉得这个很像，他都付钱帮你摆呢。明天来上班。我觉得你那边很好哎，他前面塞了一个给你，你又在干嘛？哦，好快！哦，贡献，好好贡献，都没抓到就是喷60块，哎、欸，有机会，哦，不进，呀，转啊！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，我觉得隔壁可以。这边想说要夹出来洗衣服，60块拿去送洗不是很好？好扯哦，刚刚好扯哦，他为什么我可以夹他的什么？哦，我示范给你看，好好好，他刚就这样夹。这样弹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换兄弟。啊，对啊，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刚好有一个角度啦，他角他也是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台再加码，换你先攻。好，我先攻。这很好哎。对啊，他下来会弹。今天这台的设定怪怪的，基本上上来不能旋转的，所以它旋转之后会把它的重心是耳朵，所以它会转。哎、欸，这一集出去会不会害他们店长没工作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趁他还没发现之前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换你防守，刚是我进攻嘛。他出了。什么啦？哎、欸，哦，终于哎，我赢了，换你进攻。咣！我操，这太可了啦！啊！啊！七比五，可是他这个好像有讲过洗洗衣服啊，再摆一次，再次，现在换谁攻？现在换谁攻？换你攻来，来换你。这个游乐园就是这样，你看我们现在玩得很开心，每一台都是寻宝，我们今天寻到宝了。啊！摆回去，对不对？怎么叫做一只反转？哇！太扯了啦！哎呦！再来！哇！这我完全没有 idea 哎！哇！换你！什么叫十块出货？好，什么叫十块？哎，我觉得可以哦，这边稍微从后面这样弄一下就可以。你可以砸那你刚翘起来那个，这个。我为什么要拼他的？哎、欸，会不会我们刚在洗衣机那里转的，这里都亏光了？如果贵宾提出手机的话，哇，好难哦！还有多少包夹、啊？哇，来撞一个！啊，好了，哇，我还有90哎！你要干嘛？你要使出神之一手吗？好了，给他一个痛快的啦！啊！把它摆回去。我是这里的上工作人员，我就忘记带钥匙。我跟我同事说一下啊，可以帮我摆一下。我先忘记带钥匙了。那枪会这样子哦？那有没有什么技巧啦？我摸上面是不是？哦，现在20，20，20出去了，真的做了，我就9比5了。你，哎，我有了啊！哎，这我觉得不要，这种太伤了。剩多少？60，剩60块就保夹了。60块送给你，交给你。我是要用这个凹的啦，我再不凹过来，我就打不赢你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还不一定凹得到哎。哎，这个不算。这个吗？刚好。这个算保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刚出啊，没有保夹。你怎么现在不在澳门啊？运气超好哎。哎，如果有知道的人告诉我们。出奇蛋啊，够难了吧？好吧。我们打这种小样的，上一个哦。Bingo， 对对哦。时间快到了哦。啊，赢了，9比6，来，换你选。我超爱吃这个。哎呦，你又在那边给人家拉了。不是，剩2秒。时间到了哦。太矮了。10元。0秒。哦。哦，没了，夹了个寂寞，谢谢啦。如果我10元出2个，我就你出一个就赢。你出一个就赢。哎，不用想那么多啦，不是啊，没有缩爪啦。2个，哎，这个好像可以，继续啊。啊，我凹一个，
而已、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是什么啦？现在就我进攻没成功嘛，现在你防守啊，你支援过了就你赢啊。那就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进攻啊，10-7，十块就让你见真章，不可能。哎呦，旋转呢、欸？你看到吗？旋转，帮我放个慢动作。轻轻轻的。欸、他一直悬呢、欸，技巧不够了。10块钱出一个试试看。这不会有任何啊，太厚了。啊！哇！没过。再，又捡到了。俊俊讲，来。哦，夹给妈妈吃，还要不要？来，你再讲，还要夹给妈妈吃。俊俊好厉害哦！这就是要给小朋友建立这种成就感。不是啊，我忘记去那里了。我想让他撞他。没啊啦，你打更贵你20了。Left走。10-7哈。10-7。对的，你就做这个球给我啊。我没有做那球，我从头到尾他都没动。安内啊。哦。看什么叫十块出货啊？十块不出货。该怎么办呢？哦，不要不要，这个最后你先讲别的。不要啦，不要碰到他啦！哦，你碰到他就出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就出来了吗？你20，对，20。我凹一个，我凹一个。哇！好，其他来摆。耶，他说要夹上面那个哦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你这一样哎、欸，我可以设计第二个，所以你设计第二个，這個、然后第三个再看能不能一起量，所以你可能要再抓一个右，我先抓别的这个吧，我觉得中间会比较好，听我的不没准错，相信我自己，好，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甩过去夹到那个，那再拨到这个，这也不是澳门，对，哎，有碰到，可惜了。我们剩下大概200块吧，差不多，我也差不多250吧，全部凹洗衣精，走。我的同事、欸，这个我不要买，我看怎么样？来，我帮你摆，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这样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学长帮你摆，他真的是这样，我很公正。我是客人，你又变成客人了。你自己对照他原本来摆就是这样，差不多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说我给他乱摆，我们没有乱摆、哦啊，太恶心了。狗真的很扯哎！它会听话，这个洗衣机会听话。我会继续吗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凹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往里面了。好，这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不要流烂摊子来啊！我不想凹不行哦。我刚想说你们那边好烦，他直接插一点，他直接站在这里。最香了，最香了！我会夹原本那一个，让他去撞这个。是我的话，我今天不是你，我也是你了。你今天太强了，我学有没有对？对，确定哦，按好。你看对啊。我怎么说他不弹？后面一点。哦，哦，摔呢！啊！就算人家福利摆得再好，一样把它搞烂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刚刚的规律，它都是摆好好的。对啊，太香反而不行。太香那有重量下去，它没有那个反弹力了。帅哥，帮我正常摆就好。哎，哎，怎么办？这重量平衡有一点不一样了。它起不来了，我就拉一下屁股可以。拉头吧，够到头吗？试试看吧。哎，没有啊，弹出来。哎，来换我啊，我要捡漏，捡漏。它这里面应该有躲一个人。为什么会裸子跟刚不一样哎、欸？哦，跳过他哎、欸！快点防守，快点防守！你要不要请他再摆一下？对，好。他已经长这样，我怎么夹？哎、欸，帅哥，每个人每天限夹三个啊！如果我们今天夹太多的话，我们能用囊堆换吗？不然我们夹太多会不会违反你们的规则？哦，我突然看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看到，他每人每日限夹三个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直接询问他们看规定怎么样。对，男的哦，他的位置现在不要过去哦，他的位置不对啊。好了，没错。对啊，所以都剩20块，夹什么？饮料 PK。好，来，我还甩嘞。不是，我要把它改成那个，我不甩，我爪子会夹到别人哦。夹到谁？里面有人哦。有没有？我要控制那个距离啊。你夹你的，你夹的，我夹这个，我想喝这个。来来来。嗯。啊！所以我这个饮，我就跟你平了。来，再一次、啊。最后10块。
哎呀、啊，没了，他有中没中，他要赢的嘛。你按。哎，十块，十块。好 ，Andy。26样，23，差不多啦，你赢就对了啦，你赢就对了啦，差不多啦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最后才看到它的规则，因为我们一人加了1、2、3、4、5罐，1、2、3、4、5罐，一个人多2罐，所以我们先把秦家先收起来，然后我们拿这2罐去跟他讲，我们多加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刚上厕所，我看到他们的洗手间的门锁做超低的，就是符合他们这个甲子园这个亲子乐园，要让小朋友进去尿尿的时候，他也有办法锁门，要不然坐太高，小朋友不好锁。我其实一直都有听到甲子园应该在这里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。而且我想开幕式应该会更好玩。对，他现在是试营运，试营运以今天这样人潮是蛮不错的。而且现在几点还那么多人？几点？11点，还是接近很多人，粉丝都打哈欠了。就这种亲子乐园就是这样，像刚刚他夹什么给妈妈？小熊饼干嘞，小熊饼干，你看小朋友都夹得出来，说小朋友很厉害，他就开心，他就有成就感。音响啊，厉害哦！好，我们继续问问看他怎么说。我们还是一切按照规则走啊。他说一个人限3品，那他是不可以代夹，所以我们多夹，我们无心之过就还给店家。对，我这边总共夹5个，三个我夹的，一个九院夹的，然后一个是多的嘛，那我就多2个。我们来这里拍摄的目的其实也是好玩而已啊，带3罐回去也够了。谢谢啦 ，OK， 谢谢你，个人蛮好玩的 ，OK。好，我们刚刚去把洗衣精退还给店家，我觉得啊，还是一切照规矩来。那我们是无心之过，不小心夹超过了。我们的主要目的其实只是来好玩而已，没错，也不是说带了多少东西回去这样。今天这一个体验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都很好笑的地方，玩起来就是跟一般的就不太一样。再来是我们发现那个洗衣精的那个 bug， 好爽哦。其实它也不算 bug， 它最后就又不听话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大量来这里收刮，其实也没那么。它有点像那种一般野场那种弹跳台，可能刚好那个地方刚好就往那个地方弹。就这种，哇，你真的是一直中哎，运气好。改天我们还要一起去澳门。所有的运气是用在这里的，你还是不要去好了。可以啦，回家了。小影片完，点赞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丘比的频道，把它订阅起来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好重哦，回家。直接下去啦，就下到最底，直接压到底，直接压到底，夹娃娃，嗯，我要动一下，哦，是这样，我想说要很帅，再一二三，夹娃娃，这个夹到底，啊，还好。